过这里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有一家既便宜又实惠又好吃的自助餐，正好是中午，现在我们就去试一下。好了，先玩得四十块。有啥子？有啥子？豆皮儿，有熬骨头，有肉皮，有白骨头，有毛毛豆腐，有洋葱。你一样要点个？哎，一样拿点吗？是。嗯，来。啊？我说吃好吃肉，多肉少肉无所谓。这个味道如何嘛？我还没正经上来的，还是啥子？两个不耍的。你是在网上做吃播那个？啥吃啊？啊啊啊！你看看我视频的。你看我视频的。我看东西两两年的。那我吃的慢，我吃的不快。哎，就是。他们那些吃的快。想不想跑到这儿了嘛？我就想吃下这个看。这把酒在桌上，喊他喝十瓶啤酒，喊他妈五瓶白酒，在这人老二女儿也来陪，干得很，那等着个茶呗。上去享受下人工生活，嗯，好，对嘛，那个红得很那个，那等到二月又在拉个那个 OK， 那在那唱歌，鼻子没红，晓得没？你那个就太低俗了，那个。那个江山水，那大厚，啊，我哈，今天晚上嘛，水不多点，还是要吃的。我也上啊。不，你二两子应该看到。哎，有啥不好意思？不要看了，妈的，那是，别个人吃那个掏口酱。多，这很正常，工人搞得很正常。喜欢吃完要干净，味道呢好，味道不行，再这些少点的很多，有油吃啊，香点的。我是买的羊肉串烧，我主要做的就是那个的，好健康。烧香的了。嗯，不是。又去舀了一碗汤，这个汤是白菜大葱汤。其实这个菜的味道来说，还行。吃完饭，现在去河边走一走。这里有没有鱼哦？那多了吧。钓的鲫鱼啊，鲫鱼，对了，真的有鱼啊，少，还钓了两条鱼。Thank you.
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不玩了，再玩的话这个相机真的要被我玩报废了。嗯，好吧，拜拜。